特警队曝光行动海报，肌肉炸裂上演视觉暴击，由丁程执导，凌潇肃、贾乃亮、金晨、张云龙、刘俊孝等主演，真实一线特警队员参与拍摄的动作警匪电影《特警队》今日曝光行动版海报，集中展现中国特警有型、酷帅、野性的一面，不同以往的潮流风格令人眼前一亮。电影《特警队》以真实的特警精英队伍蓝箭突击队为原型，讲述了特警队员在队内实战演练中互相博弈，场场来真的。不同于定档海报的硬、爽、燃，行动版海报以强肌肉感的人物群像呈现，彰显角色个性。海报整体配色利落干脆，深红的 SWAT 字母色块与主演身上的黑色劲装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。特警队是华语内地警匪片中第一部完全以特警为主角的电影，在筹备和拍摄过程中得到了公安部新闻宣传局、治安局的大力支持，并由北京市公安局联合设置，多位真实一线特警参演其中，对主演进行了枪械、动作、战术和装备等多个方面的专业指导。